我找不到人了，别再逼我了，我会烦恼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以后我没跟我你做，我绝对没跟你去这个，我怕没你去，我的妈妈。哎妈，嗯，我足久无食着你煮的乌鱼米粉。哼哼，米粉嘛爱食这味啊，哎，即马心情无好，煮一寡伊爱食，伊较食会落。啊，伊搁伫房间困啊？系啊，自昨昏困到即马，也未起来。昨到即马十几点钟安尼，啊，袂解叫。哎，免啦，头一摆失眠哦，困困啊，嘛是正常诶。啊，你小蛋唔是咧上班？紧食食，紧出门。嗯。啊，是明辉咧失恋啊，你是咧偷情偷窥？啊，杨丽妍甲明辉哦，分手嘛好啦。是安怎安怎讲？啊，丽妍搞啥物问题哦？唔是啦，我唔是讲杨丽妍无好啊，我就感觉因两个人无适合啊。是莫讲吼，杨丽妍因厝会欠的债啦，干那哦，小弟小妹哦，你爱麻烦就真正足济呢。啊，若是明慧，你甲伊做伙一世人哦，你真正足辛苦的呢。嗯。啊，不过会当嫁予家己喜欢的人，就算讲是零水，也是你的啊。零水嘛是你的，迄是拄结婚的时阵。啊，不过生活哦是现实的啊。啊，若是逐天哦，目睭闭紧，厝内底事事项拢爱钱呢。啊，若是佫加上结婚了哦，有大家，啊，佮有小可爱哄胎，啊，若是佮有囡仔，嘿，啊，是要叫囡仔哦，啊去啉水啉较饱。啊，人你食米粉，你伫边仔话少，你又毋是明慧啊，你哪知伊无法度家己自己过好？
我唔是无相信明慧啦，我是无放心尤佳啦。啊，回头我本来就认为因两个人哦，无应该做伙啊。啊，因即摆分手，拄好证明啊，我的看法是对的。其实卖想嘛，嘛甲你差不多啦。李岩这个囡仔哦，是真拍拼，嘛真老实，我对伊是无什么意见。明慧家己嫁伊就好啊。啊，不过结婚毋是两个人，是两个家庭的代志。啊，若是真正要互家己的查某囝嫁去娘家一口，我嘛是唔敢。妈，好佳哉哦，你伫台北当照顾明慧。啊无，我一个人，我真正无好心互伊接，伊要出来。你才知道。哎呀，我这都好啊嘞。你看，你看，乱用。好啦，紧吃，紧吃，赶紧出门。哦，真的就好吃。够味吧？那个我直接弄好。来。进。小舅，你有听到消息吗？啊！我跟你讲过啦，你怎么学不会稳重啊？我都还没有叫你进来呢，啊，莽莽撞撞的，哪里像一个文明人啊？啊，不啦，还是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啦！小舅，那口欠人家是杨丽的，出大事啊！伊进前啊，不是接被摩登杂志负责人的位吗？我听讲吼，伊骑机车去港弄掉，啊，即马对方吼坚持要告伊蓄意伤害，甚至要求检察官吼。啊！以杀人未遂，甲起诉。我看吼、哦，负责人这个位啊，伊坐袂久啊啦。杨丽妍这摆吼、哦，真正是气了了，气了了啊啦。那发生这款的代志啊？啊，当然是命中注定啊。你看啊，伊进前吼，我都唔知咧唱秋啥呢。今嘛吼，快安来摇摆。唉，其实咧，杨丽妍这个少年人咧，做代志较冲动啦。之前就是欣赏他的才华。才将他延揽来公司的，啊，就可惜了。未可惜啦，像杨丽妍这款的大学毕业生哦，满街啊拢是。哎，不过小钟，今麦这个情势，是不是咱公司的好机会啊？啊？什么好机会？你讲看卖。摩登杂志啊，你看，伊外国的杂志吼来咱台湾发行华文版，迄就是因为看中中国市场啊，所以来咱家去追温。若是咧台湾经营顺利吼。刚好这次中国开放哦，当到时，他们头仔把华文市场全部摕落来，咱若是摕到这次的机会哦，无得到咱的册，就会当卖去大陆。哎，你想看卖，大陆的人口是台湾的几倍啊？嘿，有一篇报道你看过吗？啊，现在中国人一年花多少钱来买书啊？啊，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，哪有钱看杂志啊？小钟。那是较早的代志啊啦！我即马听我香港的朋友讲哦，伊讲即马大陆流行啥物个体户经济哦，大概是愈来愈有钱啊、哦！嘿，咱台湾拢赚袂了啊，还差那一点钱哦。啊好啦，就算讲吼，卖跨中国市场啦，咱编辑部的人才这么多，要阁办一本杂志，那嘛无问题啊。而且虽然讲是华文版啊，但是一定会保留国际版的内容啊。我有调查过啊。哎，那是国际版的内容哦，迄个是外国拢做好啊。啊，扣掉遐广告的页数吼，其实咱爱做的差不多半本尔。哎，这是一本时尚杂志哎啊，就算编辑部人再多，啊，你尽情来对女员工毛手毛脚啊，早就把人家女生给气跑了。剩下的那些男员工有能力来做这件事吗？啊，像，相公查甫人袂当做。哎，小熊你唔知哦，咱国外上出名的设计师啊。十倍有八个拢查甫的，啊，搁再讲啦，咱若是真正把华文版的经营权提到手哦，那是通啊增加咱公司咧国际的知名度。以后咱要去跟人讲迄英文书的版权啊，是不是搁较好讲？啊，搁再讲啦，无得靠吼，咱的册通啊卖去国外，安尼咱的市场都唔拿台湾了哦，是全世界呢。嗯，安尼当可以哦。以后版权法上路，要在国外发行杂志，也要谈到版权。
那些雄厚出版社能够借由《摩登》杂志能够打响国际知名度啊！啊，安尼会当试看卖？那是安尼尔。通啊，对杨丽的手头家己经手的公司抢过来，安尼拄好是家己讲，社长，你才是台湾出版界真正的老大。真好，那你赶快去探听一下，看这个《摩登》杂志国外的总公司有跟谁接触过。有任何消息，马上跟我回复啊！是，我随时去办。哎，感觉怪怪啊！明慧，你来啊！哦，进来替我看麦嘞。明慧，哎，你个是你哦？啊，你是安怎？面色哪会这么不好看？Lucas， 其实我今日来找你是要甲你话实的。啊，蔡副总应该有甲你讲阮杂志社的代志啊。伊是有甲我讲啦，甲恁合作可能有变化。详细原因伊无特别讲，爱我家己问你安尼。确实是我个人有一块代志啊。啊，不过我真感谢你之前愿意给我机会，主动找阮配合。只是讲，志祥啊，不要紧啊，你坦白讲，你嘛知影，我就欣赏你这个人的才情，还够有品格。只个会当合作，我是足欢喜的。不过即马，雄雄变到安尼，你是不是爱给我一个解释？杨总编，确实是欠咱大家一个交代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李彦，你若是拄到什么困难，你直接讲不要紧啊。只要我卢卡斯做会到的哦，我绝对倒三工啦。你嘛唔知影头尾啊？你现在才了着急，得跳出来做好人。无啊，啊，咱是合作的 partner 呢。啊，若是 partner 拄到困难，我绝对会倒三工的啊。你嘛知影，摩登杂志这条线是我又来公司的，就是因为我信任李彦啊。那你问伊啊。伊是毋是值得你安尼信任伊 ？Lucas， 是嘞，确实是我个人原因。摩登杂志华文版的负责人的职务，总公司派别人来接。那会要换人啊？啊，新的人绝对无了解我的理念，也佫有我的设计啊。我无要换人，我就是要甲丽妍合作啦。即嘛是总公司要换人。不是你会当插手的，我唔管啦，反正我就是要甲丽妍合作啦。丽妍，你今摆到底是拄到什么问题？做你讲啊，啊，若是咱会当做伙想办法解决，咱就来想办法解决嘛。其实是我开车去弄到别人，可能好判刑啊，未来嘛要面对法律的责任。虽然讲我感觉真实嘞，啊，不过我想。我是主动退出，才袂造成大家搁较侪困扰。哪会安尼啊？啊，你敢有找到律师？我替你介绍无？而且若是意外，伫咧法庭应该会当减刑啊。这毋是意外，因为我甲迄个人有个人的私人恩怨，所以警方认为我这是蓄意伤害。你挑故意甲人弄，这边哪有可能？所以你到即马还是坚持要甲所有罪拢打落来。这不是意外，因为我甲迄个人有个人的私人恩怨，所以警方认为我这是蓄意伤害。你挑故意甲人弄，这边哪有可能？所以你到即马还是坚持要甲所有罪拢打落来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替人打罪？我唔是替别人打罪，人真正是我弄的。好啊，那呢哦，你就继续坚持。啊，不过我甲你提起，你甲阮天成的合作啊，你要好好处理，因为咱双方是有合约的。蔡副总，陆可斯，您放心，绝对袂因为个人的原因去影响到天成新系列服装上市的进度。阮的特刊也同时发行，我给您保证。安尼就好啊。
代志哪会变到安尼啦？虽然讲我要离开啊，啊，不过明慧留落来，你若有啥物想法，会当家己讨论。歹势，卡顺还是几天，我准备哦要替明慧请假。你若是有啥物代志，麻烦你家己处理。明慧要请假，伊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伊啥物代志哦，拢已经甲你无关系。杨总编，你昨日政府指令还未来进行，麻烦你把所有代志拢处理好，莫去影响着天成的进度。我等你办公室。歹势啦，阮副总自细汉就足疼小明慧，伊拄则会安尼，是因为唔敢家己的小妹，你莫放伫心上。我了解，我阁有代志，我先去啊。蔡副总，大姐，唔知杨总编阿哥有啥物指教？卡顺乃是为着摩登杂志的代志要跟我讨论，那会当啊，阁约时间。摩登杂志，唔就是即届要甲天星合作的杂志？看蔡烟辉对这杨总编讲话这样无客气，敢讲因内部的意见袂合？蔡副总，我了解你对我无谅解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想要知影明慧即卖状况。你即卖是以什么身份在关心你啊？是个丁师，还是个男朋友？我就干那只个小妹尔，我敢唔当拜托你，卖阁吼介有暧昧啊，卖阁关心伊啊。你若是继续介伊安尼勾勾滴啊，伊只个哦，让伊更加放不了你。所以麻烦你啊，离伊愈远愈好，莫阁接近伊啊。若是阁我知影你伤害伊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蔡烟辉的小妹，毋是叫做蔡永慧，啊是啥物时阵改名叫做明慧啊？而且阁甲摩登杂志是有关系。原来我今麦连关心明慧的资格拢无啊！那恁是毋是早暗有一天，我甲伊完全变作是找婚人？啊，到迄个时阵，虽然真想要讲你今日倒伫遮，就是你的报应，但是我讲袂出嘴，因为该予你报应的人，应该是天公伯，毋是我的后生。明明就是你来伤害我的查某囝，害我后生冲崩，骑车去弄你，即马煞爱牺牲个前途来赔。阮娘家因为你变成即款的困境。但是我煞无法度拍你，无法度骂你，甚至阁爱来遮拜托你和解。我知影天公伯啊，一向拢无公平，但是我的囡仔对我遮的苦感阁无够济，因一个一个就细汉都毋捌享过福，对我轻贱过日，嘛无去伤害过谁，是安怎天公伯啊，都袂当对因较仁慈嘞？要让这种事情发生，为什么让伤害的人要来求坏人原谅？这到底是什么道理？大律师说，只有跟领导的和解，
丽妍才有翻身的机会。啊，不过迄个笨手，一点活该的意思拢无。佮假使丽妍是蓄意伤人，要求检察官用杀人未遂来侦办，伊这么坚持，对丽妍真正是就不利。啊，不过为了丽妍，嘛干来当甲伊讲看卖啊。不管伊开甚物条件，只要我做会到，绝对无第二句的。袂当让丽妍一个好好的囡仔，未来就安尼乌又徛。伊是真生无唔对，但是为着丽妍，你敢来当忍落来？张有金，你爱想办法，和林大伟完一和解。要啉水是无？我来倒啦，哈，等我一下。啉一罐水哈，来。伊要创啥？安怎？伊要甲恁囝同款，要搞害死心。我是真正要来看你的，你有较好无？我即马倒伫遮，敢有较好？无你也倒看卖啊！你敢走？你养家的人。我一个拢无想要看到。我是真正诚心诚意要来看你，啊，我嘛有炖鱼仔汤呢。卡叔讲你若无想要啉鱼仔汤吼，我嘛有炖鸡汤啦。这鸡汤吼，对骨折的人哦真有帮助。我倒一碗给你啉啦吼。免啦，免只搞工啦。我今日会现到，想要爱我死的人，就是恁有教的人嘛。这人真正是笨死。香茅水果啦，我下水果给你吃哈，来。阿免啦，若是让你摕到刀啊，我这条命早就有矣。我嘛有去药房买些保健食品，啊、哦，这几样新的还未开过，你吃看卖啊嘞啦。这哦，若是吃了，我再过来去买哈。你哪会这啰嗦啦？口口念，口口念。听无人话是，叫你走别走，他会这厚面皮。想嘛知影，你是为着恁囝来求情的，无你当作白痴哦。讲什么诚心诚意，爱原谅恁囝，会用的啊，熬死人啊！你敢真正要博到这样个？对。而且我绝对甲伊告到死，互伊伫内底哭到头毛洗煞无。这件代志，阮丽妍确实有唔对，所以才会变到今日这个场面。但是你敢无检讨你家己？敢讲你着无做唔对？所以你敢无法度倒退一步？你现在搁想想要倒退一步啊？你是咧喊命啊？你歹袂记起咧？恁查某囝甲录音带交出去，你感觉敢有可能会无代志？你即摆该要求我，放过恁后生啊！你食较歹。迄当阵你嘛有拍秀英，阮秀英嘛有去验伤，伊嘛会当去告你伤害呢。我巴桑啊！你是食辣是安那？这是我甲恁查某囝的代志。啊，家家只是感情的纠纷，是一时的冲动。啊，若恁囝，伊甲我弄的，只是杀人未遂呢。你唔通安尼胡白讲话啦！阮后生是无说你的。你会当去甲法官讲啊？我就要看伊敢会相信。你紧走啦！买淡食，浪费你的气力啦！我无想要看到你，想愈远愈好啦。
我绝对袂好你后生甲我同款，一世人啊，拢乌有去啊！到底安怎做？你才要帮我后生煞？要安怎做？我唔知啊，看你的生意啊。我给你跪啊！我知你今晚就唔甘愿的，你把这所有气啊，拢出在我的身躯顶。想我这个做妈妈的无路用，吃到这个岁数，跪在这里给你拜托。你该当看你进前秀英已经有新的分手，你放阮杨家一届好无？放过阮一摆好无？拜托你。你讲秀英有新？还唔过提掉啊？啊，无你到底是咧讲双桥？啊，一个有，一个无，到底是有啊无？你想我敢有可能会摕秀英的清白咧跟你滚双桥？唱出一首人生的意料。你讲秀英有心，还唔过提掉啊？啊，无你到底是咧讲双桥？啊，一个有，一个无，到底是有啊无？你想我敢有可能会摕秀英的清白咧跟你滚双桥？想嘛是啦，毕竟你这么爱面子。我本底想讲，若是秀英佮我的囡仔，你的后生嘛算是我的囡仔的阿姑。安尼，咱嘛算是亲戚。这件代志要准妥善，嘛毋是袂用的。啊，毋过恁连问我一声拢无，就甲囡仔提掉的，安尼更加证明我甲恁娘家永远拢是死对头。死人啊，真过分，真正是欠人家死。好啊啦，卖阁跪啊！一个老大人跪在遐偌歹看，紧起来啊，紧走啦！林生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林生，啊，歹势啊，手无力啦，叫你走你袂走，啊，搁有啦，我甲你讲上尾一届啊，就算是你来一百届、一千届。我同款拢是迄个答案，我绝对袂予恁囝甲我同款。这世人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你还唔惊天公变来收你？我太惊，恁囝甲我人，我拢无代志啊，就代表天公要甲我这条命留落来，啊，替家己争取一个公道。莫提天公要甲我吓惊，我领导也无咧信这套。你讲要来讲你啊？既然我的诚意你不想要接受，那安尼哦，这所有物件，我甘愿摕去饲猪饲狗，我嘛无想要让叫金世杰。你雄雄要摕我严兄的相片，要创啥？这拢是证据，给律师一份，安尼较有赢面。阿姨，多谢你为我，啊，搁有阮哥安尼走走。好啊啦，莫遐尼讲客气话啊。安尼，我先来走。阿姨，阮哥敢袂去，破甲足重。老实讲，我嘛唔知影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斗相共的。啊，不过恁妈无介意我管恁兜的代志，啊，所以我今日来遮，恁莫甲伊讲哦。咦，是啦，阮妈。好啊，我也无安怎啊，啊，生气还生气，啊，不过在我的心目中，恁妈永远拢是我的好姊妹啊。啊，恁这几个囡仔哦，就亲像我的囡仔共款，啊，加一人斗相共嘛是好事啊。啊，是为了莫让恁妈白想，所以你就甲阿姨斗相共。别跟你妈讲，我袂甲阮妈讲的，
啊，你若是搁有想到什么证据，你就随时跟我联络。好，你先来走。慢上，阿姨，多谢你哦，再见。你下就好吃了嘛。嗯，你也给下什么啊？嗯。袂当阁继续安尼艰苦啊！大家拢因为我这尔辛苦，尤其是哥，哥真有可能会去用掠去坐监的。我即摆应该要做的是赶紧振作起来，才袂辜负遐尼侪关心我的人。哎，你好。小姐，你今天刚好订买面包虫。有啊有啊，我陪有你哦。啊，多谢。何苏小姐，啊，你敢会当请我吃饭啊？我巴肚就枵的呢。歹势啦，吃饭吼，不是好水的工课。你若是无法度家己吃饭，你会当叫伊出来人照顾你啊。哎，何苏小姐，卖早些讲啦，何苏小姐，哎，我来去啦。天上地下啊，我不需要你去啊。我是鱼缸，我请你吃饭啦。没，不需要，我变。啊，你拄仔不是讲你巴肚枵？啊，病人哦，就是爱吃饭才有体力啊。啊，刚讲你无想要较紧出院，来啦，我请你啦。没。啊！你冲啥？啊！你冲啥？我当我感冒啦！你搞我感冒？你先搞车还是搞拍？哎，拍个卡啦！啊，你再看，我就卡粗鲁啦！哎呦，哎，我起啦，我起。咩啦？啊？拢你的嘴咯，歹食。歹食。歹。哦，完全啊，我进啦，我陪你开讲。我无需要开讲，你当出去啊。我听讲你开刀的，啊！停！看那不了严重呢。喂喂啊，无我来刀你吃啦！哦，你酒够这么高哦？啊，主子！我的脚，死我了！哎呦，我崩掉！你给我死出去啊！哎呦，你一个少年人哦，开嘴喝水就是死啊死啊！我看你的死大凶啊！你感情也是一讲？好你啊！啊，你别吃饭，我要吃啊！要吃点心吗？免，我朋友有订车，我免吃你的点心。你确定不爱吃？不爱。这真好吃呢。免。我倒去买，阿人讲这是面包虫。面包虫，我上惊虫虫啊！你到底想要创啥啦？你才想要创啥嘞？啊，你是看小人家哩，足善良嘞，啊，甲人家狗狗。你有识识哦？我唔能识识，我阁甲人同款善良，所以哦，我请你食面包。到啦！你笑的哦、喔！你我笑，你刚刚安尼跟我讲话哦。哦，我还有咋切水果的刀啊？啊！你欺骗小云的感情，陷害伊做假笑，还佫想要报复你的，诬告伊杀人未遂，你敢搞歹做啥？啊！杨秀云害我离婚，杨丽艳用车把我弄，安尼我敢无够凄惨？这是你家己做起来啊！你会变这么安尼哦？拄啊好尔。领导，我讲的话你听好清楚。你会当去吉林探听，我踹王乐生无好抓。你若是继续欺负小云甲丽艳，我绝对会甲你客气。无你要安怎？搁甲我弄一届啊？哼，我哪有这么戆？我甲你弄，搁互你搞。
我当然是用你想要搞的方式，让你少艰苦的，佫无一条条安怎？你爷准讲你安尼，我就惊。你会惊唔惊？我是唔知啊，所以我请你点面包虫啊。你若是唔惊，不要紧啦。好改哦，我等我爸哈。暗早呢，白痴哦，惊啥？你都唔惊我报警哦？报警？你早去报啊！啊，我就是对你安怎？我拄仔过到三江是去食饭的，啊，搁有啦，红豆无细里车道，你嘛要甲我告？你这么无胆，卖有人做歹人啊！搁有啊，我下面你看我清楚，你若是搁甲对杨家软同情，我保证，你一定来看到我。唱出一首人生的戏调。罗素先生，这是杨小姐严重的相片。啊，若是讲领导的搁坚持要告你的蓄意伤人，我看干内会当请记者到三江。啊，不过若是要用到舆论的力量，可能会去影响到杨小姐的名声呢。啊，不过即马干内会当选择甲伤害讲到详细啊，我相信秀英一定会当了解。好，我知影，那呢，我先去处理。啊，想袂到教是一个人嘛，这么忝。希望今仔日所做的一切，会当帮助丽妍度过一关。你那是上班时间呢？有啥代志啊？赶紧讲，我要挂断。你上爱的芝士蛋糕，还有绿茶，我拢已经替你点了。啊，你是做是你上爱的？多谢阿姨。哇，我上爱芝士蛋糕诶，足久无食，足久无食。嗯。我搁廖总讲蔡副总会定定带你去约会呢。我想就这样啦，我在做秘书啊，我也无闲诶。我一大堆的代志爱做，有啥物会啊？几个月前就想想得到，你吴珊珊会对工作这么挂心。人总是改变，敢讲啊，你无希望我愈来愈进步。打拼当然是好事啊，啊，不过你看，你头毛乱糟糟，啊，你的口红嘛白补一下。你唔通袂记哩，你家己是一个千金小姐呢，是不是恁摩登杂志社的负责人跟恁蔡副总家有啥物冲突？啊，所以才害你无闲到拢无法度去注意到你的外表啊。阿姨，你想要问啥？我只是关心一下，你跟我说话你这样大，刚刚你想要把我当作是外人哦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其实嘛呢，就甲你细汉时阵，咱两个人拄见面同款，对我真有方便。我会记得哦，我拄来到厝的时阵，你无爱跟我讲话，嘛唔肯跟我做伙食饭，甚至你逐工拢赶我走，敢那口讲要找你妈妈。一直到你长水痘，我发烧几啊天，我是无名无义在甲你照顾，才慢慢接受我。结果嘞，你即马一旦恋爱，就袂记你伊对你的付出啦。我哪有啦？而且你甲爸遐尼啊，反对我连偌干，我哪会惊落去啦？我即马想的拢是工作，其他的代志我拢无在想啊。珊珊，你心内咧想啥，我拢知影。其实你要甲相做伙，对我来讲也无差。讲较自私的，我伫早晚拢是爱嫁出去的，所以你嘛是变作是别人包的啊。啊，我即卖当五万的，就干那我爸都来接囡仔。所以哦，你若是赶紧嫁出去，去给别人照顾，
对我来讲，唔是变到更加轻松。啊，不过你要嫁，买嫁给对的人。查某囡仔吼是啥物拢唔惊，都惊身体互人骗去。迄款的伤害是一世人的，伊是真正无想要看到你受遐尔大的痛苦。阎罗王才袂伤害我。伊问你，你感觉两个人做伙上重要是啥？相爱啊，还阁有嘞，还阁有互相体谅、互相信任，绝对袂隐瞒对方。那安尼，万一蔡副总有啥物代志，阮瞒你嘞？无可能啊，啥物代志拢甲我讲嘞？我即摆讲的毋是公司，是叔叔。伊对伊厝内的状况了解偌济？伊敢有主动甲你讲过伊厝内任何代志？还是伊敢有想要带你回去见伊爸母？慢慢接着记吧。好啦，你无记，算我在你着记。啊，不过珊珊，你想看卖，蔡副总伊对咱岛的状况是真了解，啊，不过你嘞？伊敢有给你机会去了解过？还是伊永远拢是公事公事公事，啊，然后就带你去食饭，当作是约会？啊，珊珊，无你即摆安尼，到底算是食饭的朋友，还是女朋友啊？阿姨，我感觉你咧使人，我甲阎罗王的感情。恁两个人的感情若是稳定，啊，就算讲我真正使人，也是无好，敢毋是？伊啊，是咧替你烦恼，替你感觉唔值。我也是感觉，蔡副总应该对你搁较坦白咧。你是知影啥？伊知影啥无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敢知影蔡副总是小妹？迄个小妹叫做啥？你敢知？阿姨安尼问，我敢那啥物都唔知诶。你若是啥物拢毋知影，你会当去看完工资料啊。虽然讲你可能会看了，感觉这并无啥，啊，毋过重点毋是温暖这件代志，是啥物错误中被温暖。还阁有啊，到底伊真正想要温暖的，又阁是啥？珊珊，伊敢若会当提醒你到遮，你真巧，伊相信你一定有办法，家己去找到答案。伊只是希望你会当找到幸福、甲快乐。吴秘书，这是你要爱的人事资料，也毋过安尼，互你看是袂用一个，所以爱麻烦你替我保守秘密。啊，若无，我知影，多谢你。坐下。你就是摩登杂志社的蔡小姐哦。你好，我是蔡明慧，我是副总的秘书吴珊珊。那大家多好啊，蔡小姐跟阮副总啊刚识呢。所以啊。恁两个哦，伫500年前算是一个花啊。珊珊，恁副总身躯比阁加一个年轻又漂亮的查某囡仔，你爱注意啊。阎罗王的小妹竟然是明慧，珊珊是走去倒啊，哪会回来啊？你先怎啊？无啦，淡薄无爽快。啊，倒有无爽快啊？我是物质，是安怎咱逐天做伙做代志，你拢无甲我讲，明辉就是你的小妹。
都伊无爽快就讲啊。无代志啦，就答应妈来嘛。好卡好无？嗯。无，我去买甜的红豆汤。你是不是有一个小妹？嗯，是啊，安怎？那也无听你讲过。啊，我有闲再给你介绍啦，我先给你买啊。啊，不过阮早就识识啊，是安怎？你也是唔肯讲。你感觉两个人做伙上重要是啥？上爱啊，还阁有嘞，还阁有互相体谅、互相信任，绝对袂隐瞒对方。那安尼，万一出乎这种什么代志，阮话你嘞？追求人生的意义的餐桌，伫只乌暗的房间内面，找一只不存在的黑猫。你看咱这有默契的呢。哎，你来偷这，你给我白当我。啊，这你回应，啊，当然要走，你看你还练这。假使我会当永远都莫醒过来，是毋是就会当一直伫梦中想遐快乐的回忆？是安怎？我明明就经过遐尼侪困难，就无简单行做伙，煞一定爱分开。阮做伙，甲从无到有，杂志社建立起来，甚至阁接着特刊的工作。对啊，够摩登杂志，我明明就拜托丽妍哥爱向国外总公司推荐我，等丽妍哥离开了后，给我好几页工课，我哪有时间在这伤心？蔡明慧，你爱坚强，爱振作起来。就算讲无李彦哥伫身躯边，至少嘛想办法甲摩登杂志做落去。若无，那会对得起李彦哥对你的信任。就算讲我有意愿，煞无任何资历，总公司敢愿意甲华文发行这么重要任务交予我？你起来啊，妈！哦，因为我疼好啊，来，进来吃。妈，我有代志想要甲你讲啊。小蛋，来，这碗哦，你若是无吃了，我袂听你讲。囡仔就是囡仔，睏一醒就敢若袂记你家己失恋。你食较慢嘞，莫去烫着。嗯。啊，这是我临时煮的啊，这乌鱼哦，唔是恁乌面一切的，是我市场买的。嗯。啊，够唔好食？妈，你煮的拢好食。妈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代志？你敢会当投资我的出版社？投资啥？就是李彦哥，伊若是离职了后，我想要接手伊的职务啦。我之前已经有拜托李彦哥向国外总公司讲啊，啊，不过我惊伊的，因为我资历无伤浅，袂答应。假使讲妈，你愿意投资阮的杂志社，安尼我就会当用这点来说服阮公司啊。妈，
这杂志社是我甲李彦哥一步一脚印建立起来的，我真正无希望就安尼失去。妈，拜托啦，跟我斗三工嘛，妈，妈。当初你安怎吩咐，咱就照伊的意思去做啦。曹副总，以后就要麻烦你尽量跟我配合。感情这么顺利，总经理并购的部分，恁都无去参与，还是去感谢着什么吗？当处长为什么雄雄安尼质疑我？敢讲是当处长夫人私底下有甲伊讲啥？喂，我咧跟你讲话咧，你看阮某是怎？啊，贤臣啊，你莫要这样歹面，你看啦，蔡副总都让伊惊着。什么？这讲公事是通好惊的啦？啊！当初董事长这样看中我，才会把企业转型这么大的任务交给我。结果，却因为蔡家甲董事长夫人过去的恩怨受到影响。万一因为杨丽英的关系，去影响到天成纺织还有摩登杂志的合作。和冠军设计产品受到影响，安尼就唔好啊。所以，我一定要有备案。哦，刚才你搁伫遮哦，我拄才接到阮朋友的电话，伊是伫国外摩登杂志上班的。伊甲我讲，李岩已经甲国外迄边熟识啊呢。而且我嘛听讲，台湾遮嘛真紧就有出版社要接手摩登杂志的业务啊，啊，即马是要安怎啦？啊！你的朋友跟我讲，到底是台湾独立出版社，是一间无水准、无道德的烂出版社啦。到底是倒一间出版社，你要讲好清楚啊！啊，搁有倒一间，啊，唔就正正陷害你演的迄间啊！我看因根本是挑工的啦，遐若无，哪有可能这么紧就知影你演的代志？迄嘛无一定啊，啊，你嘛知影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我才无要插什么千里眼顺风耳，我是听明辉讲哦，你演迄个时阵受到偌大的损失甲委屈哦，我可要气死啊啦！我甲你讲哦，若真正是迄间出版社要接手吼，我是绝对无可能甲因合作的啦 ，Never ever！ 就算哦，就算你要威胁我，甲我的本名讲出去，我嘛无可能会答应，这算 impossible。要接替杂志社，不是简单的代志，你爱想好清楚。我想好清楚啊！我是你的查某囝，你做会到，我赶快做会到。我不是认为你的厝妈，啊，不过这条路我行过，我知影有我辛苦。啊，当初若不是恁爸过身，我一个人爱面对这么多的问题，我可能嘛无迄个勇气。妈，你的辛苦我甲哥拢了解。啊，亲像我甲你个嘛共款啊！这杂志社是阮哦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嘞，我绝对袂当互别人接手啦。这段时间我拢陪伫李彦哥身躯边，李彦哥有我拍拼，我拢看在眼内啊。啊，伊甚至做过哦，做者台湾杂志社毋捌做过。摩登杂志是台湾头一个引进啊介绍，迄欧洲即马上流行的精油理疗啊、皮肤保养、两性专题。就是查某人关心的代志哦，拢有写在里面啊。我唔是你烦恼杂志内容。其实你严哥想要做的杂志哦，唔是一本你看完就淡掉的杂志，伊想要做一本就实用的女人圣经，就是你看完了佫值得收藏。你严哥真正把所有的心思哦都啊，这本杂志到底是你想要做，还是你严想要做？你为多开始声声句句拢是你的安怎，你的安怎？你安尼毋是在造事业？你若是想要借这本杂志收获你的爱情，安尼我不喜欢那支持你啊！唔是啊，唔是啊，真正是为着我，为着我家己。啊！你开嘴合嘴拢是你严哥，你家己敢有想法？有啊，我就是感觉这杂志足值得投资的。啊，我就想讲，你严哥讲的哦嘛足有道理。就用伊讲过的话来说服你，
来给你解释，安尼较紧。妈，真是的啦，啊，这真正甲你两个无关系。你嘛知道我本来哦，就对迄出版业有兴趣啊，即马哦，做无简单有遮尼好的机会，头拢洗一半，都袂当遮尼遮尼凊彩就放弃啊。机会是留予准备好的人，不过我感觉你也未准备好。确实啊，若是要经营一间出版社，我的精力确实是伤浅无够啦。啊，不过妈，你当初嘛是安尼啊，关关困难关关过，硬着头皮咬牙过，就有家己的需要啊。而且我即马唔是家己一个人，有哥甲我斗相共，啊，有冠军嘛甲我斗相共诶。你敢知影冠军哦？伊是跟他甲吴玲玲的人合作，伊即个会选择我甲李岩哥哦，特别是讲伊认同我的能力。啊，关关拢等来偌久啊？我拢还未记着伊。妈，你若是想要甲伊见面，我随时替你约啦。你若是看到冠军本人哦，你就知影伊哇有才华，参照哥儿甲伊哦做伙合作，即个迄新衫嘛是伫阮的特刊发表哦。妈，拜托啦，你要相信我一届啊！我自细汉拢足乖足听话，你应该不忍心看我的心会乌入去，对不？妈，拜托我求你，就甲我斗相共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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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！哎，好啊，卖个药啊！你答应啊！谢谢妈。哇！你在创啥？我靠好立言哥。妈，我爱当该谁啊？立言哥哦，伊是第十层，阿北正式离职，我是特刊编辑，我得爱甲代志交接有清楚啊。而且哦，国外总公司遐嘛是爱麻烦立言哥替我联络。既然分手啊，就莫跟我交叉。你若是想要借这本杂志，甲李岩够联络，安尼我甲阮投资你一间新诶。啊，无啊妈，我无爱新诶杂志啊。好好，我袂阁甲伊联络，袂阁甲伊单独见面。真谢啦，我安尼甲伊单独见面嘛，嘛毋知影讲啥，而且我嘛无想要阁互伊压力。我甲你保证，以后若是甲伊见面哦，绝对拢是公事公办，公公事尔。我真正刚刚想要把这个杂志社保掉，安尼尔，妈，你相信我啦。好啦，妈，多谢你投资我，我哦，若是趁钱，我会予你食利息，我袂予你失望的。才了解我，我先来乱想，你拢知影。无啦，我是看你设计啥，着试看卖，想要去了解，你是为虾米安那设计？你真足厉害呢！关君啊，哦，卢卡斯总监，啊你卖讲甲袂顺，阮总编是你巴肚内面面糖好无？不准你安尼讲哦，你个安尼风度翩翩，那有可能是他，伊是晓读心术。好啦，啊，这新抱是我跟明慧做伙讨论的啦。那照陆克山咧讲哦，真正是读心术的人，就是明慧啊。No， 我才无要甲蔡明慧同款的 sense， 阮的 level 是无同，好无？迄就亲像高地薰衣草，佮有醒目薰衣草，一个哦，香味甘甜，会来予人感觉轻松；啊，一个哦，煞敢那会当做芳水万两尔。
摩登杂志的读者群虽然哦都是以年轻女性上班族为主，他们个读者会看杂志，就是希望会当给吸收更较好、更较新的资讯。杂志内面所谓一切，应该是读者对美好未来的期望才对。明辉甲丽妍虽然分手啊，但唔过唔拿感情，因的工课拢白做伙。我看爱明辉真正甲丽妍放下，恐惊爱有一段时间才做会到。总编，这是你买的物件。多谢你。总编，你敢一定是一？小姐，其实我嘛足遗憾，无法度甲你做伙拍拼。啊，不过实咧，是我予恁失望啊。总编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你莫误会，我只是，我昨昏甲一个老同事去食饭。伊讲写足个好材，你甲摩登总公司争取华文版。这代志我嘛有为总公司迄边听到风声，啊，不过是卖着急啦，啊，别说决定啦。总编，写足个好材是啥物款的人，你嘛真了解。因若是接手摩登杂志，绝对毋是为着啥物理念，一定是利益上重要的。到时阵哦，只要一点变卦，甲武侠出版社迄时阵同款乌烟瘴气，若是安尼哦。我不如今麦就辞职，甲总编做伙离开。加一点变到甲武侠出版社迄时阵同款乌烟瘴气，若是安尼哦，我不如今麦就辞职，甲总编做伙离开。你是卖倒去啊？诶，代志无一定行到迄个地步啊。我跟你讲，摩登杂志伫咧国际时尚界真有名声，嘛就是老资格啊。以下所有代志，我拢唔敢因报告。我相信哦，因咧选择啥物人要嫁娶的时阵，一定会好好考虑的。啊，不过我也是真唔甘愿的啊。啊，不管是谁来嫁娶啦，是安怎拉进站啊，辛辛苦苦都要安尼让予别人啊。哇，铁公伯真正是有够厚道的，总是恶人得逞，好人就只能挨打。换一个角度去想啊，无得甲天公伯哦，是希望会当予咱搁较侪磨练，予咱当搁较坚强。好啦，你较冷静，莫想遐尼啊侪。啊，我遮搁有资料替我印一下，麻烦你啊。好啊。嗯。阿姨，明慧啥物时阵来啊？小娟，你拄则讲的敢是真实？小娟甲浩才因真正要接手《摩登杂志》。是啊，你讲是毋少超过。小娟，你去印这资料啦。我甲你解释就好。阿姨，之前的代志真感谢你啊！感谢你把我去警察局内底报出来，啊，佮有小英的代志嘛是你靠近，多谢。我甲恁妈是老朋友啊，伊囡仔有困难，我哪有可能话就定金帮恁唔管？多谢，先坐啦，来。我今仔来是来投资的，我之前讲过啊，你若是离开了后，我想要甲《牡丹杂志》华文版接来。我想讲，我妈若是投入资金，就会当变成公司的股东，安尼讲话较有分量。阿姨，你嘛是安尼想的？你希望利用投资《牡丹杂志》华文版，让明慧当接手做负责人？我这个查某囡仔个性，你嘛是了解。伊哦。就是淡薄仔固执，啊！不过伊即马足有理想，也足有热情的。我一个做妈妈的，哪有可能无家己支持？李彦哥，你上早唔讲话，啊！你之前唔是答应我，你会支持我？明慧，这代志咱有讨论过啊。我是刚刚想要问你，
你想要接手，是为着我，是为着你家己？当然是为着我家己啊！你即马安尼丢毒，敢是因为你认为我无资格接华文出版社？你当然嘛有迄个资格。若讲啥物人替这杂志付出上侪时间跟心血，你绝对袂输啊！甚至在我无时间处理所有代志的时阵，拢是你在处理的。那安尼是安怎？你即马这种反应，迄个表示你赶快无要支持我。我是希望你莫勉强你家己。我无勉强我家己，我甲你讲过啊。摩登杂志、华文出版社对我来讲是长久外因啊，我无可能这么简单的给放手，放给别人，尤其长久小舅甲豪财这种豺狼虎豹。明慧，你有你家己的梦想，我甘希望你能替你家己考虑，选一条较简单、较顺利的路。你无需要。我甘愿，这条路是咱做伙行的，无对抗。你搁会转来？我讲我袂转来啊，蔡明慧，你叫是一个人去坐驾以后，搁会当甲之前同款，拢袂改变。是安怎袂当同款？你想看卖，我去坐驾以后，会当坚持偌久无改变？半年、一年？我相信只要一个人，伊的心内有完结。有理想，有眼光，久，伊拢袂改变。你可能还够相信这个世间有童话故事，啊，不过我已经放弃，袂够相信嘛。因为我了解这个世间就干那残忍啊，够狠心啊。你想做被调岗，跟我讲这么残忍的话？好啊，拢莫讲啊。回弟，我已经决定要支持明辉啊。你只要跟总公司明讲，那是会当让明辉加黄文版负责人，我就愿意投资。啊，结果安怎？就看总公司明的判断。明辉，咱先来行。妈，你先回去啊，我还有做些代志要处理，我袂当请假。今麦什么状况啊？你搁要留落来做事？啊，休困两天是安怎？妈，我知你是唔甘我，啊，不过。那就是责任制啊！你怎样，我是一个最有责任感的人嘛。好啦，你那大汉啊，我这个妈妈也管袂叮当啊。你哦，莫想为难你家己，下班较早回来，知无？我知啦，我送你。嗯。明慧，卡苏这世间还佫有童话故事，迄条留给未来你小囡仔看的童书吧。我希望你会当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你的人生无需要任何人拔掉。慢用。真久无好好啉一杯咖啡啊！其实现在想想的，明慧的个性跟我少年的时阵真亲像。我迄阵雄雄公公的，拄到什么代志，也是拢唔肯认输，就凭一粒戆胆，一直向前冲。Thief! Liar! I want my money back! 阿大，多谢先生。你说的卖惨啦！Sir, please calm down.Don't bother me, you. 少年的，这趟交予你啊，新来找你无用哦。拜托拜托，小姐，拜托拜托，给我倒三缸啊！等下等下等下，插播，头家插播啦！麦总，哎，后面的，头家插播啦！麦总，对不起啊。讲嘛奇怪，我家己拄到困难，拢唔肯放弃，啊，不过明辉拄到。我就是希望伊会当莫遮尔辛苦，行一条较安稳的路。林高林，这边。来，
美英，坐下。嘉宾，我已经替你电话。阿辉弟，你马上就要入去坐到较早惯习，别人替你做主，无自由，甲选择，会生活。你知影阿姨找我来有啥物代志？警方有做车祸的鉴定，结果已经出来啊，你敢知影？警方认为上大的可能是蓄意骑车撞人，这对你来讲真不利。我知。啊，看你安尼无要无紧，你是真正想要入去坐牢？我已经有心理准备啊。就算讲你想要放弃家己的前途，嘛爱看你厝内的人敢有愿意。小英已经把伊进前严凶的相片交给我，而且我嘛替律师啊。阿姨，甲律师拍算要哪做？律师是建议讲，咱会当找记者，甲林大伟糟蹋小英的代志全部拢报道出来，用舆论的力量去互伊架势。啊，无得靠法官兄会当了解讲是林大伟做了上超过啊！你这个大兄想要替小妹出气，才会骑车去家弄。啊，虽然拢是伤害罪，啊，不过你的原因值得人同情。啊，无得靠要判，卖判较轻的。啊，上好是会当讲林大伟何解？我反对。我知影阿姨甲律师是好意。啊，不过安尼公布小英甲大伟感情的代志，就等于是逼小英把家己的工作拆开给别人看。伊绝对受到第二届伤害，我无可能让小英和社会大众安尼批评指教。就算讲这件代志无看出来，啊，小英嘛是爱上法庭去作证。我也袂让伊出庭。杨丽妍，你知影你在讲啥？你若真正啥物拢唔做，就等于是让对方拆家落吧。阿姨。你定嘛足清楚，我一开始的认罪是为了保护阮一家伙啊。卡输代志不去法庭，甚至是看报纸，阮全家伙啊拢会受伤。那恁我一开始安尼做啥物？你哪会拢讲袂听啊？你就算讲真正无想要让恁厝内人受到伤害，你真正要放弃家己的前途？唱出一首人生的曲调。卡输代志不去法庭，甚至是看报纸，阮全家伙啊拢会受伤。那恁我一开始安尼做啥物？你哪会拢讲袂听啊？你就算讲真正无想要让恁厝内人受到伤害，啊，你就想要放弃家己的前途？阿姨，感觉你拢无感觉，阮妈甲舅妈够足自卑。我相信伊即世人永远拢放袂记，就是阮全家伙啊为着爱美少香香强强。离开基丁的迄天，阮爸的债务一天无还了，阮家就一天无法度恢复清白。阮全家伙仔的性格，就永远拢拍袂开啊。恁爸会留落来遐个债务，迄嘛是逼不得已的啊。啊，恁哪有需要安尼为难家己啊？是为难无唔对，啊，不过阮全家伙仔有共同的梦想。就是希望咱公民正大转去基丁。阿姨，阮妈、小英、丽公，恁的心内底满满拢是伤啊！我希望你会当体谅我这个做阿兄的，我就干那希望莫让恁搁艰苦啊！所以你甘愿家己打受我的痛苦？啊，你认为讲咱安尼做，你厝内的人袂因为你的代志痛苦？你毋是嘛？甲明奎讲啊，人食米，鬼食歹念，所有无好的想法，鬼拢爱。啊，遐去坐到的人，嘛无一定全部拢是歹人啊。啊，不过因为生活就困难嘞，才会心内有歹念。啊，若是歹念伫心肝头愈久，人就会变成鬼啊。你若是伫内底愈久，就有机会为人变鬼。啊，那你敢愿意？我拢了解，我嘛清楚。所以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阿姨。什么代志？我希望你会当靠近明辉，莫阁等我。因为就算讲我坐卡出来，也无可能是原本伊爱去的人。到时阵伊等的，就可能是空笑梦啊。
阎罗王今仔日一来办公室，就一直咧做工课，电话处处入入，伊敢若拢无发现呢？伊心内敢真正有我？Boss， 你的咖啡。受磨呢，是伊家己的小妹，嘛毋是伫外口偷交的女朋友啊，是安怎就唔肯甲我讲？无信任我，还是惊我会欺负个小妹？敢讲亲像阿姨讲的，伊有啥物目的是我毋知影的？逐天甲阎罗王伫同一间办公室，甲伊定调调，伊是会当变啥物梦？等下，唔对。好，有啥物代志，咱见面再讲。莫三个，斗三个，足重的。你要去倒啊？店面看较业务区分呢。替我改时间，我出去做。你啥物时阵等啊？要去啥物人啊？走这么近，是赶车班的。你跟什么人见面都没交代，还叫我改什么会议时间？那不对，我还去跟人会识的啊，当作好欺负的。现在想起来，有时阵伊要去倒位做啥，我拢唔知影的。而且这个情形也不是一两届啊，是几啊届啊。敢有人打电话啊？有啊，两个厂商打电话来，我有替因留话啊，伫你桌顶。啊，就干那厂商啊，无其他人。无错，伊是单向的电话。啊，无啦，我出去做。稍等啊，你拄转来，我出去哦。我去找卢卡斯讨论公司。迄摆讲是甲卢卡斯讨论公司，想知影是不是伊的借口？我哪会这么戆啦？彼时阵哪会无收到打电话去问卢卡斯？吴秘书，我是提起科比五分。啊？哪会有这么戆的查甫人啊？竟然到今嘛，我唔知影家己女朋友心里的小火山被爆发啦！还佫有甚物代志啊？我这个小小秘书，哪有甚物代志较麻烦 boss 啦？我去卡比资料。珊珊今仔日心情是毋是无好啊？火气哪会这么大？咖啡什么时阵煮的啊？你好，我是蔡永辉。是，我知影。卢卡斯，
啊，总经理的秘书拄则打电话来，叫咱去董事长来办公室开会。好啦好啦，我即马吼无时间听你讲这个五四三啦。啊，你毋是讲你有开发新的秘密武器？啊，小蛋甲秘密武器载过去哦。啊，好啦。阎罗王搁甲相公电话啊！我较归去啊，甲代志问好清楚啊。郭碧华。小蛋，我有代志要问你。我即摆吼要去董事长的办公室开会，有啥物代志，等下再讲。蔡永辉，就算要开会，敢讲你连给我两分钟听我把话讲完的时间都无？我吴珊珊在你的心目中到底是算啥？哎，那店家，无你去哦。主角咱未到位，免着急啦。而且哦，我的秘密武器，当然爱先和战友批判一下。来，试看卖。Tell me how you feel。欸，这味未歹闻呢，不过对芳水无研究呢。我对牛弹琴，这是像人家清新主人的无花果香。无花果，你敢知影？伊个有一个外号叫做天堂圣果，迄就是圣经故事内底吼亚当甲夏娃都吃禁果了。啊，不过禁果应该是苹果吧？那是啥物无花果啦？禁果不是苹果，是善恶果。还是因食了禁果了，感觉家己无情商，就见笑的，就赶紧去摕叶仔来扎，那是无花果。搁是一个会当甲读者分享的故事呢。对，而且哦，这唔那是故事。也是我甲厂商用心开发的秘密武器，而且我甲保证啊，不管是查某囡仔，也是查某人，只要是人，伊拢会喜欢。其实国外足侪时尚杂志咧卖的时阵，拢会附赠一款面膜啊、香水、化妆品这款小东西啦，就是让消费者会喜欢。所以哦，咱咧杂志咧卖的时阵哦，买单上一款这小香水，一定会卖较真好。这嘛要感谢李岩脑筋动了紧，我们才赶紧去找厂商甲伊合作，安尼会当搭配销售，嘛算是对因的商品拍广告，对咱双方合作拢有利呢。嗯，这个想法真正袂歹，啊，你是开偌济时间用的啊？唉，为着应付这届危机哦，我超过三十点钟无困啦。你看我黑眼圈。嗯，辛苦啊。袂啦。是啊，因为我原因害恁大家加班啦。你别阁回谢啊！你若是哦，把咱这个厅哦，放伫你心肝内，你就袂犯迄种错误。互咱大家哦，阁要替你想办法来收尾。曹副总，啊，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即摆毋是追究的时阵，应该想办法解决。对啊，而且你安尼做嘛是为着保护家己厝内的人，安尼嘛无啥物唔对啊，大家凭良心去想啦。啊，若是家己亲人互欺负，那有可能袂生气，保持冷静，对无？哎呀，做着去啦，我讲袂下恁啊。行啦，继续开会啊！啊，拄着代志，恁解决就对啊。陈明辉，恁哥以后要去让人包赔啊！啊，你佫无想歪歪啊？哥，迄是我对你有信心，我相信你一定想好办法应付，对无？唉，因为这个少年人，之前看伊都真有才情的，啊，做代志嘛当阁是认真啦。不过即摆实在让人淡薄失望。啊，明明就讲话并购 K 品牌哦，是我来负责，刷来品牌形象总整，啊，阁有新系的商品行销，交伊来规划。叫你看，建出这么大个包啦。好啦，你慢慢摇头甲面啦，等一下开会才看蔡副总要安怎解释。李妹，那时候就总经理来。哦，是。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长夫人，这是摩登杂志吴继林，这位是杨总编，这位是蔡小姐。小姐。
这位就是董事长夫人，就是迄个阿英阿姨哦。甲哥讲的同款，伊甲较早已经生得无同。吴董事长，是嘞，即个因为我苏玲的代志，杂志社说做一块人事异动，啊，那是有影响到恁公司的所在，我直接跟你问是嘞，是嘞。是啦，啊，阮公司甲恁摩登杂志社建立这个合作的关系啊。那是蔡副总出来上多，问题是讲即马出代志啊，蔡副总啊，你要哪处理？你讲者。董事长，我是知影杨总编出车祸，我就甲卢卡斯讨论耍来公司要哪做。这是阮讨论出来的行销方案，内面有针对公司有可能面对的代志，啊，佮有解决的办法。我相信应该袂去影响到公司新系列服装的上市。是啊，阿哥，这是我特别找厂商开发的秘密武器，来，恁大家当试看卖。这都香水啊，咱公司做服装，也不是做化妆品的。你摕这香水给阮是要创啊？讲什么秘密武器？敢讲恁公司要要改造去卖香水哦？这香水是到时阵卖杂志要送的，啊？你的意思是卖杂志，搁要送香水？这要哪会好啦？安尼做，迄成本足悬的呢。人杂志社是要赚啥啦？赵总经理，你误会啊！这赠品哦，无需要成本啊。平常来讲，是阮杂志社甲对方的厂商讲合作，嘛算讲是替因拍广告，还佮有做宣传。而且伫国外，不管是时尚还是美容美发的杂志哦，因就侪拢会送这种赠品，真受迄市场的消费者欢迎啊！啊，对咱的杂志销量嘛真有帮助。我是唔知道人国外是安怎做的啦，啊，不过伫台湾，这敢行会通？即个到底写卖杂志还是卖赠品啊？你卖死搞去买杂志，人敢会记得这香水？所以拢袂记得讲，迄杂志内底是介绍咱公司的服装哦。董事长、总经理，你们烦恼啦！我已经把第一期的专刊弄审查过了，里面的内容哦是足精彩，嘛足扎实的，我相信一定会吸引足侪人来看。而且，若是够会当配合上正品，我相信哦销售量会足好诶。今卖的问题，敢是杂志的销量？天成毋是咧做杂志嘛，毋是咧做香水，是咧做服装呢。蔡副总，我真正想无咧，你到底心内是想拍什么？总经理啊！我真不知影你即马想啥物拍算。啊，咱今仔日开会，毋就是要讨论杨总编离开杂志社以后的危机处理。啊，若是因杂志销量会当稳掉的，自然就袂影响到咱行销的效果啊。你到即马搁咧甲我讲杂志，迄杂志卖了好无？是因杂志社家己去面对的问题。徛伫咱公司的立场，重点应该是蔡副总。是安怎你会去找到这款合作对象？我听讲杨总编，你毋是单纯出车祸呢？你是超过骑车去工弄的，这等于是害人的。这合作的对象品格有问题，是影响到咱公司的形象。曹总，啊，这你工弄要免负责任。这个总经理讲话哪一直针对阮哥，根本就是找哥的麻烦。杨总编，伊不是咱天成的主管，伊的个人行为跟咱天成的形象是两回事。总经理，是不是你烦恼过头啊？是我烦恼过头，还是这个少年人社会经验无够？你知影卖啥上吊是啥？是业绩。当初我都无赞成甲啥物杂志社合作做啥物专刊啦。上要紧是咱公司的服装款式好看，消费者自然就会买，根本无需要买啊虚华的出头啦。照看啦，大家合作无欢喜是无？规矩改又改改，以后免阁开这无意义的会啊啦。我反对。这本杂志真正足精彩，连我这时尚专家拢感觉足有兴趣。就免讲迄款刚入门的消费者，今麦若是伫咧台湾要选择一本杂志发表我的作品，敢那因杨总编这本会予我满意。而且我挂保证哦，只要是读过这本杂志的人，时尚的眼光绝对会变好。敢讲是咱台湾查某囡仔生了无够水性，迄是因为因毋知影安怎打扮，无了解时尚，才会予家己穿甲遮尔爽，才会舒服外国的查某囡仔。台湾查某囡仔的品味歹，迄是伊个翁婿爱去管的代志。咱天成只干阿负责卖衫，这干有啥期待啊 ？Come on，
咱做服装的，就是要改变台湾查某囡仔的 sense， 就是要把咱的人客一个一个弄真好水，安尼唔才对。咱唔那是卖衫的，咱讲是要做台湾时尚先驱啊。卢卡斯，你伫外国待伤久啊啦，根本无了解台湾这边的社会啦。迄外国是外国，台湾是台湾，人惯是食面包，咱就是爱食米啦。总经理，安尼我问你啊，我问你哦，你敢大刚食白米？你无食过面包，无啉过咖啡，无用过任何国外进口的物件是？哦，卖吵卖吵卖吵，都这样这。杨总编这摆出车祸是一个意外，伊嘛已经提出辞呈啦。我相信公司哦，马上就会人来接手。另外，伊合约是公司对公司，嘛无可能这么简单就解约啊。当处长总经理您好，我是杨总编的特别助理。在阮华文版杂志咧创刊的时阵，我就对伫个身躯边打斗三工啊。我有向总公司那边去争取，将来就由我来负责华文版杂志。所以，甲恁公司讲的条件，拢会照片照件如期出刊，绝对袂有任何改变。你才几岁，你都要负责这个杂志？是啦，我是一个少年，啊，不过我妈在少年的时阵就开造船厂，所以我相信只要我认真打拼，一定做会到。而且我妈妈答应啊，伊要投资阮的杂志社，我会提一点向阮总公司提出条件，希望会当争取到负责人这个职务。即马是安怎？连恁妈妈要插手天星集团的代志哦，我不准。当处长夫人，我无啥了解，我妈要投资的是摩登杂志。跟您公司有什么关系啊？蔡英辉，我真早就看出来你这个少年人野心真大，啊，不过天看有事我做到这么明显。一开始是跟您小妹有入来，现在也连您妈妈都要做伙牵入来啊，不然现在真正把天星集团当作是领导的哦。董事长夫人，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像是蔡副总小妹啊？就是这位讲话气呀呀的小姐，夫人，这你放心，我甲蔡副总处在下的关系，袂影响到咱公司的合作。那也无影响到，伊就是公私不分，才会挑过用家己人来占用公司的资源。当处长夫人，我知影你对阮哥有意见，啊，不过请你莫安尼冤枉阮哥。就算讲阮家较早甲你有恩怨，你做过代志，无唔对。我较早确实是伫恁厝甲做事过，我承认，我就是出身无好，为着要赚一口食，才会伫恁家做下骹手人。啊，不过迄种外久之前的代志啊，恁敢有需要为着要伫公司占名，都挑高诶用我的过去来甲我攻击，来甲我糟蹋？你若真正爱明慧，毋就是爱将明慧去甲头一位，做啥物代志拢爱想到伊才对啊？吴珊珊，你敢会当讲道理啊？我无够替你想，我是无理取闹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啦，就最近我压力真正就大呀。如果你无相信我，你嘛应该相信家己找对对的人啊。今麦不管安怎，我就是甲明慧停到底啦。你是不是要投资明慧的杂志社啊？我今日来就是要找伊，参详这件代志。真正，你若是真正甲我拍，罪上加罪。你是怕什么样怪才死的？看恁有行有讲话，看恁读册出社会，看恁娶某，看恁嫁，看恁立业成家，看恁有行你是谁。路行过，人生无留空白，美丽的一切拢总藏在心底。我袂孤单，因为有恁来作伴，这种温暖的感觉，予我幸福满满。Oh
相相对对，回忆连年，相逢有的对阮两人的祝福，风吹微微，瞬间花蕊，满面春风花。